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王家小吃店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好，那前一支影片已经讲过了，现在下着雨，然后这个很多店家没有开，那有开的就感恩了啊，而且是这个便宜然后又亲民的价格，马上来吃。好，那当然两年多没有来了，所以这个有些可能有调涨，可能没调涨，就看一下。好，那就记得拿点菜单，热腾腾刚出炉的啊，赞哎。好，那墙上这面就是都是这家店的报道啊，可能按暂停键再放大就看得到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 menu。好，那小菜蛮多种的。好，那这边有很多种调味料可以看一下，就这个北部辣酱、南部辣酱、王家甜辣酱。好，老板娘你好，那我点好了。好，哎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稍等一下哈。啊，那我还有一个选项没看到，就是那个地瓜叶。好的，没关系，你要看青菜地瓜叶哈。地瓜叶。哎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那老板娘辛苦了哈。不会。哎，哈哈哈。现在开心就好。哎。好，那老板跟老板娘都很和善哦，就要给五星好评啊。好，就从这个笋丝卤肉饭开始啊。我上一次吃过，觉得非常的好吃啊。嗯。哦，甜咸，这呼呼的啊。好，这个笋汁就是，很好入口那种。哦，感觉就是比较健康的啊。哦，肥瘦相间的卤肉，然后配上这个酸菜笋丝。嗯，好吃。那带走一下，来这边吃哈。小卤还有什么？瓜汤。好的。鸡蛋豆腐。好的，鸡蛋豆腐。我豆腐。好，那分数就满分了。鸡蛋就可以了哈，不好意思哎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相当传统的中式早餐了。哦，而且还营业到初二哦。好，热腾腾啊，好，非常的棒。赞啊，好，满分。好，再来这个是单点的卤蛋啊。哦，卤的很入味又烫口，非常的棒，好吃。哦，再吃这个肥滋滋卤大肠。用不用？我要吧。完了。好，这样子比较好吃。冰肉哦，过年期间还是吃得到饭，赞哦。谢谢你啦，新年快乐啦。哦，像我有同事昨天开始在吃泡面了，赞啊！哦，香喷喷，香喷喷，肥滋滋，肥滋滋，然后辣乎乎，辣乎乎，好吃啊。哦，这是国外朋友，你可以看一下哦，相当传统又美味啊。麻烦把你嘴巴咬的汉堡或是热狗想象成是卤大肠啊。
好，来，不要客气啊。啊，啊，好吃。啊，好好吃啊，满分。好，再一次这个三层肉啊。老爸，好，今天一样油饭吗？啊，瘦肉、肥肉、猪皮啊，然后酱油膏跟我自己家的北部辣椒酱。大油，再外带两个大油。OK。那先吃一个大油。对，好。好，好吃啊，真的赞啊！两个小宝贝呢，还在睡觉。哎呦，这什么在跨年嘛？好，然后这个猪肉感觉比较瘦哦。然后客人跟老板跟老板娘像朋友一样的互动。嗯，好吃啊。好，那过年能吃到就是感恩了啊。哎，赞哦，嗯，真的是偏瘦啊，应该看得很清楚吧。好，那每盘50块，这样也算是蛮平价的。嗯，赞。嗯，啊，那过年的时候就要吃好一点了，因为都已经很辛苦在上班了。这个汤就比较清淡了。好，赞啊！然后煮得很好入口哦。如果汤的味道能够再重一些就更好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很柔软，不会很硬，短腰短腰的。所以上班很快，5分钟，不要5分钟，所以一直都在上班跟休息。小孩子上了高中不用接送，都不用这样搬来跑来跑去了。好，那但是过年期间都满分了哦。你如果再挑就没得吃了。好，赞啊！好，再来是这个我最爱的地瓜叶啊。哎呦，还有4Panda啊！好，那个熊猫快递好了，因为我有时候讲那个英文不是很标准，上次有被他吐槽过哦。你好虚，你都不会讲，因为我没有教过。啊，总之就是快递啊。好，那就希望这个每天很平时的视频，各位朋友会喜欢的哦。虽然是平时，但是也卯足全劲在拍了啊！冰哇，应该感受得出来吧？哦，好，就像这家店的老板跟老板娘也是卯足全劲的这个在营业啊，然后这个造福众生，阿弥陀佛啊！
地瓜叶的量也蛮多的，很有诚意啊，赞啊！啊，这边有写，记得吃完之后要把餐具放到回收区啊。好，那这个客人外带的油饭，油饭也非常的美味啊。样样都好出来啊，有用心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非常重要哎。对，老板笑容非常的美。哎呦，你再夸下去我会不好意思。真的啦，真的。快乐。然后跟每个人的互动都像朋友一样这样。啊，对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啊。哎，对对。好，总共225哦。好，那还有这个猪肚冷冻包，刚就吃到了，很 Q 弹。还有这个王家卤肉哦，卤肉酱哦，赞啊哦，这过年期间的这个家里必备的好帮手。好，那老板跟老板娘都非常的热情哦，在这边吃饭一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好，在地服务超过40年的老店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打结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虎虎生风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刚有点打折，打结，不好意思啊。